他说哦，我不会换尿布。这 yuck 换尿布。他说哦，那他的工作呢就是泡奶，他冲奶啊。然后他说跟弟弟妹妹玩，他说这些他能做到，他可以帮忙。他很可爱啊，现在开始他说存钱，我要存钱给弟弟妹妹。又说我们之前都把钱花在你身上怎么办，读书也花钱，然后你每次买很多玩具爸爸妈妈都买给你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以为是就是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，你现在多一个弟弟妹妹呢，以后我们要省钱哦，我们要不可以买这么多玩具。他也说 OK， 他合作，我说 OK， 我不要再超买这么多玩具了，我现在开始存钱。而且他每天的零用钱呢，他在学校花了剩下的钱呢，他就放在他的 piggy bank 里面，蛮可爱的。